我们今天在新社要拍一个非常特殊的产品，是什么产品？其实它没有很特殊，在新社不特殊，一点也不特殊，因为新社是香菇的盛产地。我们今天要卖的是香菇料。那这个是一个很方正的一个农牧用地，不是农牧用地，它这个是一般农业区的农地，一般农业区的农地，都基外一般农业区，801坪，总共有801坪，然后临大马路路边，这个大概超过10米的路，很大一条，然后这个是它那个香菇寮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新社。这边距离新社花海大概4公里，距离中心岭大概5公里。那如果是距离那个新社市中心，就是新社高中区公所那边的那个市中心，大概是7公里。好，那这是一个马路路边的一个香菇寮，801坪，一坪要多少？一坪要35000，35000，一般农业区，35000不是最贵的哦，还有以这边还有人出去开价开到45000的。还有5万的，我们就是找稍微便宜一点，但是一定还是有人嫌贵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参考，就是方方正正的香菇料，801坪，15000的香菇的香菇太空包这样子。太空包，这样会不会有那一种密集恐惧症？这边可以出租啦，出租做菇农也可以来这边做菇农，那当然801坪可以申请农舍，超过2分半。我有看过那个香菇寮上面啊，就是放置那个什么太阳能板。对，有那个是出租出去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卖给台电，那个电是卖给台电的。然后就是等于两用啊，一个是做香菇寮，一个太阳能板。然后你还可以再去申一个地方申请盖农舍，这样子啊。这里有水有电，有水有电。水是地下水，然后地主是说可以申请自来水，如果你需要自来水，也可以申请自来水。水在这，目前是地下水，电在这，电在这边。它这个香菇料是平坦的，但是这个路是稍微斜坡的，稍微有点斜坡，骑脚踏车会比较吃力，骑摩托车是没差。可是不影响啊。大概是这样子，801坪，一坪35000，总价大概将近2800万，2800万。我们介绍很多产品，就是有房子的，有老房子的，然后一大片农地，然后有建地的，大概也都是2000多万。那有人说那个怎么那么贵？好，纯粹农地的也是2000多万，请自己盖农舍。对啊，现在你要可以盖农舍2分半以上，就是这通常都是比较好一点的路，比较大条的，就是这么贵啊。虽然它已经是跟其他的比起来是相对便宜的，但是在大部分人的心中还是贵的。我曾经以前有遇过一个客户，他要找一个香菇寮，他想要把这个香菇寮买起来，然后呢出租，顺便也出租，就是上面你说的所谓的那个太阳能板。对。可是这个客户不好意思，那时候，他已经找到了。对，好了。现在如果你有需求的话，刚好有想要这个产品的话，跟我们说。对，三用。哪三用？就是太阳能啊，租电啊，然后香菇寮出租啊，然后自己申请盖个农舍自住啊。好啦，OK， 那就希望你会有兴趣啊。你们看，来去去车子都还蛮多的，要做生意也可以啊，也是可以啊，也有人用那个农地盖农舍做生意的也是有。是啊，那赶快来找我。拜托，我已经没有客人了。没有，这个月七月份啊，都没有了。好了，多影片。好了，快点。谢谢。最近拍影片拍的比较多，是因为都没有客人。七月份的关系，待客人数也比较少一点。好啦，加油就对了。好，继续拍。这个月还没冒泡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